門朋友，辛苦曬大家。我係 Brian Low， 今日代表香港品牌回應協會 HKBTA 咧，同大家去講一講我哋嘅詳情啊。今年已經係我哋第二年拉大隊咧，積極參與同支持香港動漫電玩節㗎啦。我哋今年有19個會員品牌參加，總共有68個 booth。當然咧，最受公眾注目嘅一定係啲限量版啊、新品玩具啊。咁而家就同大家介紹下其中小部分啫。其中五個牌子 ，Freezer 嘅限量版 DLX Mark 43 Iron Man 戰船版。這個量產版之前咧都係大受歡迎嘅，無論係技術啦、價錢啦、性價比啦，樣樣都非常之好嘅。今次我相信係第一次 Freezer 咧係喺呢系列度出個戰船版，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另外提一提咧，就係、是、會場咧 ，Freezer 安排咗三隻兩米高嘅1:1嘅 Iron Man Mark 2、Mark 3、Mark 7咧，俾大家去參觀。咁最好係打卡嘅咯。咁咧好精細嘅，一定要嚟睇。另外咧，第二個牌子千隻鏡又係非常之犀利。今次暫時咧，佢公布咗兩隻限量版。嗱，佢哋展品咧就係 C21 至 C28。第一隻限量版咧就係佢哋最出名嘅 Frame Toys 鐵機巧咧系列。暗黑 Ultimate Nemesis Prime 呢次咧亦都係第一次出現喎，全球限量1800隻，喺香港有500隻，咁會場有200隻，會場有300隻係可以即係大家可以預訂同購買嘅。講一次，全球1800隻，會場只有300隻嘅啫。第二個千禧年嘅限量版咧，哇！呢個好得意，透明版嘅蜘蛛俠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嘅主角啊 ，SV Action。嗱呢一個咧，香港限量只係500隻嘅啫。每場咧就限量200隻，好似有優惠價現貨發售喎。咁之後三百隻點樣處理咧？咁就留意佢哋嘅網站啦。好，第三間咧亦都好多香港朋友好熟悉嘅公司 Tiny 微影。今次咧佢哋當然係預備咗佢哋嘅合金車隻限量版啦。呢一次犀利啦，老虎蘭啊，中巴嘅李奧蘭奧廉平走米嘅長巴士，第一次喺 ACG 會亮相嘅。咁所有巴士迷千祈要記住嚟喎。第四間公司 HeroCons 呢次咧就有一隻叫十周年限定版嘅 Fantabat 范特紅，係咩嚟咧？就係同周杰倫先生嘅潮牌 Fantasy 合作嘅一隻潮流玩具 Fantabat， 全身係電導銀色嘅，好難做嘅，技術上咧係非常之難做電導銀，所以大家收藏家同埋玩家咧真係要注意啦。咁呢次最特別嘅咧，佢仲會送多個紀念幣添喎。好啦，第五間公司 Shop Studio。他們最新的產品是這樣的，來自神秘 Pesa 星球比斯三萬仔漢堡人偶，我看這個名字都非常之萌，沒錯，這個就是他們很受歡迎的系列，就是大人、小朋友、女仔、男仔都適合的天真可愛三萬仔，喜歡吃的朋友、喜歡玩玩具的朋友、喜歡動漫的朋友，即管要留意一下。好了，對於以上限量版有興趣的朋友呢，記得要來動漫展。補充一句，以上之後我哋會香港品牌玩具協會其中部分一啲參展商嘅其中部分嘅限量版同新品啫，好多其實都係落緊股籌備當中嘅，所以咧記得一定要入嚟睇，入嚟買飛，入嚟行，入嚟買，入嚟 enjoy 呢個一年一度香港甚至全亞洲嘅動漫電玩界嘅盛事啊！最後尾咧，我僅代表 HKBJ 咧，多謝阿梁生同埋香港動漫節嘅承辦商凌速國際有限公司俾機會我哋一齊去。合作，要多謝其他嘅主辦單位，跟住交俾主持。唔該曬，多謝。